今から。我不可以不要那一个好，可以吧？可以，不要那一个好的话，如果你要求比较高的情况下，它会两刀切下去，它也会有一点点小变化的。那吸入还有变化？有的，有的，两刀下去。这个好简单，不要那个好的，一个好就是把那个一切断，就是割一遍就可以了。它完全可以，它这个重复掉了哈。不用重复，对，它就低慢第二什么的，浪费那个边，它那里有一个叫什么的优化路径，就是把那个重复线去掉，有一个按钮的。但是每个都是一个边框，一般这样的是不用的。你看哈，它延迟三秒，它会切的哈，注意哈。你看，啊，这就是给你一个准备这个准备就是说看这个料有没有歪的那个时间，知道吧？不是，你这里为什么老是歪了？直接走走就歪了呢？